大家好，我叫方德华，我的家乡在巴基斯坦。我来河南已经三年了，我非常喜欢河南，这里不仅有非常厚重的文化，也是一个美食非常集中的地方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河南有一个代表性美食，还在今年入选了中国国家非遗名录，可以说是到河南不得不吃的一样东西，我可太喜欢它了。现在外边很冷，但是我知道在河南冬天想要不冷有两个办法，第一穿秋裤，第二喝胡辣汤。走，配胡辣汤有什么是最好吃的？煎包、油饼还有茶叶蛋。我们去尝一尝，特别好吃。煎包，然后胡辣汤。Nice。我叫高俊昌，是这个胡辣汤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你觉得谈不上吧？食材好，汤才能做好。高汤提前都是熬出来的，一般高汤得熬五六个小时。咱的配料有29种中药材，汤香、面香、佐料香，做出来之后，这三香才叫胡辣汤。